有暖男歌手之称的台湾艺人古耀威，他的歌曲在网络上有极高的点击。这天他现身一个慈善活动，同一众长者一起整汤圆，为元宵佳节做足准备。在台湾比利时的习俗和香港有些不同，出来做事之后就要比利时长辈和后辈，所以阿库过年都支出不少的。今年有包比较多给自己的父母这样，对，就是大概五位数这样，对，就是有比之前多一些，但希望之后还可以继续越来越更大包。那他们有包给你吗？有，那我爸妈也有，就是回包给我这样，对，对我很好，很开心。过年大概是怎么过？过年嘛，因为之前其实都会回乡下，就是会跟阿嬷过年。可是因为其实他已经离开一阵子了，所以比较少回去。所以今年就是待在台北，然后跟朋友们出去走村这样。对，就是待在台北。阿库曾经拍过同志题材的音乐微电影，不过现实中他都是喜欢女性，而择偶条件都很有要求的。爱情的话就是一样顺其自然。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对象出现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哎，那么讲一下理想型是什么？理想型吗？因为之前其实就有说过蛮喜欢田馥甄啊，然后林依晨这样，大概这样子的感觉。我感觉突然间害羞起来。对，有点害羞。那如果真的遇到一个长得像田馥甄或林依晨的女生出现，然后你会第一句话跟她说什么？我会跟她说一路向前。对，我会跟她说新年快乐。你这太不 OK 了，要不要换一个啊？跟她一起吃元宵。啊，对，跟她一起吃元宵。查实好似 Hebe 同 Eason 呢种类型嘅女生喺台湾都大有人在，相信阿 Cool 内心等待一定可以等到美人归啫。